耶、yeah, ！今天来到剑湖山世界，跟朋友一起来啊、哦，希望今天可以好好的玩一波。今天来剑湖山感觉如何？很臭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往哪里？啊？上面啊。要往哪里走？上面啊。Hello， 小姐，今天来剑湖山感觉如何？很开心。很期待吗？你期待吗？还行，还行。OK， 我们来访问一下。喂，先生，今天来剑湖山有什么感觉？非常爽。非常的爽。哇、oh, ，我也很爽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爽一波啊！哇哦，剑湖山，好爽啊！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所以今天的剑湖山感觉人还蛮少的，所以希望今天可以玩个过瘾。好高哦！第一站直接 G5 好不好？挑战一波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高，很多人都不敢坐啦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来挑战一下。一圈而已吧。对啊，一圈而已吧。哇，欸，它直接几乎90度哎，好爽哦！哇，哇！刚刚做完感觉如何？整个起飞啊！整个起飞有没有感觉？这是。整个掉下去的感觉，太刺激了，很臭。怎么样？期待坐海盗船吗？很臭。期待吗？我哥你的期待。哦。哎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录影的。录影。嘿嘿。哦。笑死了。哦，好高，好高，好高。哇！太高了啦！哇，好高哦！我敢冲！哇吼！哇吼！耶！耶！我们要来搭旋转木马啦！哈耶、yeah, ！现在在旋转木马上面，感觉自己像个孩子一样。呼呼！哈哈！哦！啊！刚刚你该不会在上面云霄飞车，你也在打炉石？对的呀。走到哪里？走到哪里？太扯了吧！等一下挑战这个，有点像大怒神的游乐设施哦。希望等一下不会尿裤子。下一个。下一个就上去了，哇，玩完了，刚冲上去感觉还蛮高的，还蛮刺激的，然后到最高点的时候掉下来，有一种刺激感，真的是还不错。又吃饱了，接下来搭我们冲锋飞车，哈哈。做完之后头好晕哦，而且刚刚一直撞到我的头，一直撞撞撞撞撞撞撞，然后它还360度旋转，真的是太刺激了。不过现在有点想吐，因为刚才吃饱。不过整体来说还蛮刺激，蛮好玩的。各位，刚刚做了这个狂飙飞碟，超级晕哦，我抽到已经快吐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就是一个
很像一个圆形的盘子，然后会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的超级快哦，转到我真的快吐了。呜呼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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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凉哦。嗯。舒服啊，舒服啊。来剑湖山。搭摩天轮怎么行呢？我们现在已经在摩天轮上面了，而且呢，今天非常特别，我们特别坐的是地板是透明的摩天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地板是透明的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地上，所以我非常期待等一下到最上方的时候，不知道会有多可怕。哇，整个往下看都是透明的，超刺激的。可是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的镜子真的是太脏了，看不太到外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错过最高点，然后现在正在渐渐的下降中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快的啦，吃一个东西然后马上就已经摩天轮已经到最高点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非常多。今天大概就是所有的设施都玩过了，然后最后摩天轮来做结尾啊，感觉是非常的不错啊。最后还是做一点比较轻松的设施吧，不然前面那几个设施真的是让我很想吐。OK， 那么今天剑湖山世界就到这边结束啦。然后真的蛮累的。OK， 那么喜欢帮我点喜欢，并且分享。下次见，走。